妈，哎，洗菜去了。太热了，你今天买的辣椒，这辣椒今天多少钱呢？哎呀，贵着了，9块钱一斤。9块了？5块钱就买了这么几个，有几个5、6根？对，这几根6根。6根。这辣椒挺，现在反正这，现在我那天吃红烧肉你不在，我那茭白20一斤，这茄茄子比肉贵一倍，看来现在还得多吃点肉嘛。菜再贵也得吃呀，要荤素搭配呀。妈，这辣椒吃啥呀？你俩辣椒炒个鸡蛋。炒鸡蛋吃？家里还有土豆，一会儿再炒个土豆丝儿。你小子不是爱吃肉呀？今天还专门让你爸买了一块安香居的头肉。安香居的呀？对，这家头肉好吃呵，这有肉吃啥都 OK。大家好，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北方比较常见的面食——单饼。俗话说得好，大饼卷万物，可荤也可素。我先把面和上，盆中是500克面粉。我在面粉里加适量的咸盐，提高面的筋度。我把盐和面粉搅匀。好了，已经搅匀了。今天我做这个单饼是半烫面的，一半用开水烫，一半用凉水和。我先把这一半面用开水烫一下。这个半烫面的单饼凉了也不会变硬。面已经烫好了，让它晾一下。我把另一半面用凉水和一下，水一点一点的倒，把它搅成絮状，搅成絮状就可以了。等烫面凉的差不多了，就可以下手和面了。烫面凉的差不多了，现在下手和面。这个做单饼的面不能和得太硬了，相对的要软一点。面已经和好了，盖上盖子，让它醒一会儿。趁醒面的功夫，我把吃单饼的配菜准备一下。洗好的辣椒，把它切成辣椒碎。切好的辣椒碎，装碗备用。再切点小葱花。切好的葱花也放到碗中，在碗中打几个鸡蛋，最后加入适量的咸盐，把它们搅拌均匀。搅匀以后放边上备用。接下来我把土豆也切一下，先切成片，然后改刀切成丝儿。切好的土豆丝放到凉水盆里，避免氧化变黑。最后把头肉也切一下。你看这家头肉是卤的嘛，是吧？是，这家头肉卖的挺好。嗯，挺香的。知道你爱吃，专门让你爸去买的。头肉也切好了，菜码全部准备好了，面也醒的差不多了，在案板上撒点面糊。把醒好的面再揉一下，面团大，我把它分成两份儿。先把它搓成长条，然后把它下成大小均匀的剂子。撒点面糊，防止粘连，然后把小剂子按成薄饼，取一个薄饼，在上面抹上酥油，再取一个薄饼盖到上面，这样就能一次烙两个单饼。饼胚全部做好了，现在开始烙单饼。现在把做好的饼胚擀薄擀圆，要两面擀，擀成这样就可以了。起火，我先把饼铛预热一下，在饼铛中刷一层薄油，薄薄一层就可以了。
饼铛已经预热了，把擀好的蛋饼放入饼铛中，用手不停地转着，让它受热均匀。蛋饼表面鼓起泡了，就可以翻面了。这种蛋饼特别好烙，半分钟一个。再次鼓起泡来，就能出锅了。把它放到大盆里，盖上盖子。来，宝妈，你干活给他烙。好，我擀。这汁儿特薄的，这够吃吗？我怀疑。够了。我这，你儿这个饭量大啊。你能吃五张？五张就是十张，吃不了，那不吃七八张啊？哟，这九个饼皮能烙十八张饼，我吃上八个，你和我爸一人吃五个。哪能吃五个呢？吃两张就不错了。我也说吃八个，我估计我也吃不了八个。脸大肚子小。好了，最后一张也烙好了。焖上一会儿是吗？对，焖一会儿。现在开始炒菜，油已经热了，把它在锅里炒熟炒碎。辣椒炒到断生就可以出锅了，再炒个土豆丝就熄火了。把辣椒段和葱花炒香，再加入适量的五香粉，同样炒出香味儿。炒香以后，倒入切好的土豆丝，快速翻炒。这个时候，在锅里加入适量的小米醋，这样炒出来的土豆丝吃起来特别的脆。加入适量的咸盐，用小米醋炒土豆丝，它不变颜色，看上去更有食欲。今天这菜搭配的不错啊，红黄绿，这跟红绿灯似的。这吃这个饭得注意交通安全了。这都是你爱吃的。我就爱吃这个，一张就是两张啊吧。你放那多肉啊，爸。嗯。你和你爸都爱吃肉。用哪个勺吗？这个辣椒不好弄。肉多吃两片吧。粉丝都说了，吃肉不长肉。对，人家粉丝说的全有道理。你光说一天光吃菜，那菜贵的跟个啥似的。他来点这头肉，他香不香？香不香？加这肉，那能不香吗？你看，我这吃这东西，我就想起那大宅门那个，嗯哼，那个郑老屁。那家卷饼，二斤饼一斤肉，嗯、就是吃三斤，啊、是吧？那就是烙饼嘛，是。嗯，咱这是属于单饼嘛。呀，这饼卷上肉，卷上这辣椒、土豆丝的，这超级好吃。大家没事在家也试上一回，真的是哇哇香，无敌了。不错，这不错。再来一个。老张，这两天疫情又厉害了，千万不要出去跑了。啊，不跑了，在家待着。就是，别跑了，老张。不跑了，这趟刚找弟弟妈，这买卖都是站岗的。啊、嗯。扫码去，我没拿那个门禁卡，问你这是这小区吗？我说是的。美味可口的单饼卷菜，大家赶快做起来吧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